然后有问题，我怀疑啊，我怀疑当然少，因为我们怕这个东西，在理论上，我扫人家脚都是这样扫，扫出来我重心就上去，是不是啊？是你的重心移动，你是扫完了重心落，扫完了重心一定要落，重心落，因为脚一定要下去，对，不一定。不一定，扫腿的重点不在那边，扫腿的重点是在你的力量的方向。曾经讲过嘛，你扫腿不管是扫腿、翘腿、扫堂腿还是什么，你的给他的方向必须顺他的脚尖。嗯，要不懂？啊，所以我扫你腿，我也可以不要重心不要过，我这样子一样是翘的。我只要是我的力量是朝你看，我如果是这个样子就很难扫动。你站好，你如果这个脚有力量的话，我这样扫就很难动的，是不是？我这样扫就很难动。要不懂？那我的重心并没有过啊。可是我如果是做这个，我如果是啪，我的重心就过来了。对，懂了吗？懂。那就破他的腿，破的大。那一下子啪，他就要摔。我懂，懂不懂？啊，还有问题吗？今天很好啊，要多问哈。那我想问，如果。